めに個人生前のショートビデオを上映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使我们非常感动的是，日本人是打破了各种的禁忌，不怕蒙古人打压，在当天发生地震的上午10点钟，他内阁总理大臣小原首相发表几点声明，第一个对台湾人民的对领导的关怀和关切。一在医学前的你有机会学到如何走入人情，社会立足日本，令我感激的万分。率先捐出巨款，更不辞辛劳的来日本后，曾经在大阪中华学校担当校长重任，一先后担任国民大会代表、立法委员、立法院最高顾问等我政府要职，对侨社公益的关心奉献亦不遑多让，为提携侨界后进不遗余力。近年来颁发华光一等奖章，以日本侨领副立法委员梁淑淑先生毕生忠贞爱国，服务侨社，助力侨教，作义英才，鞠躬尽瘁，贡献卓著，堪为侨会楷模，书刊奖励。这个是奖章。1963年来日留学，立国徽外交关系，对国家法治性格有多建树，攻击卓然。3月11日，日本发生东北大地震后，姚理事长作周先生为了本校大楼急需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仪式，不辞辛劳，积极向各界募款，甚至亲赴台湾向总统马英九先生说明，争取援助。姚理事长所做的这些事情，都是为了我们有一个舒适的、安全的校园环境。虽然您已经离开了我们，但您的英容宛在、风范长存，您就是我们心中永恒的灯塔。今天我代表全体在校生，向我们最喜爱的杨伯伯致上无限追思与感言。家父的追思会，我敬代表杨家向各位表示对崇高的敬意与谢意。何代でこちら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。下面我是这一次公投真的事件是，都在这里。